我们现在是人，我不是佛，但是人可以成佛。释迦牟尼为我们做了榜样啊，他是人不？他是人，实实在在的一个人，不是像你们那么神话般的吹嘘他的，他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讨饭的叫花子，他连你都不如，他靠托钵去吃饭。金刚经上不是讲的那么清楚吗？他不是徒弟要了饭供着他，是他自己托钵去要饭吃。不像现在的某些人高高在上，山呼万岁，然后都给红包，然后都奉献。佛陀不是这样实现的，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做个人。说我们现在你是如来种，你不是佛，记住我们是人，我们是人要兼顾毕竟空，这个我们叫圣意有毕竟空，修空性，对我们面前的财色名食睡色受想行识，从空性中观，不沾不粘不染，洒脱的在人间，这就叫空性正见。逢是不讲空性正见，去要求富贵求财富求解脱者，皆是行邪道者。先要从空性中起般若空观，再从般若空观中重视圣意有的有观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人，你要圆满人道，你要做孝子，对父母要孝，对孩子要慈要爱，对老公对自己的太太要恩爱，了此一生尽此一生的缘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要有悌，佛法不坏世间法。对那些求助于我们的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儿，去尽自己的责任去帮他们，这是人道，这是人道。在这里面展现佛的身口意，用人间的五伦五纲五常要求自己做好人道，这是你必须完成仁德的修炼，慈悲心义德的修炼，担当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。